这里不错，那里也不赖，拍婚纱到底要选哪些地方呢？犹豫不决的你，不妨来到台南北门，留下具有意义的美丽身影吧。这里可是纱底片占记忆体的好地方，前提是要记得带相机出门啊。小巧可爱的小屋林立，各种摆设色彩缤纷，让你在下一个转弯处又遇见另一个风景。其中的水晶教堂人气更夯，仿造关岛海之教堂的建筑体，是台湾第一座为婚纱打造的景点。天气晴朗时，在蓝天做背景的衬托下，不论是什么角度拍出来，都像一张张美好风情的明信片。